上车啊，也上班啊，都在白搞。走。这次历史上的意外相遇，一开始仍有温暖与善意。琉球漂民在晚上七点左右到达部落，高氏佛舍人随即煮了鱼头粥，用贝壳装给他们果腹。是部落一件事，我们不会一直被拉到历史的潮流当中。事件はよく知ってる、ね、これがどういう意味があったか。今天的石碑上，你觉得又该填上什么？